材料，肉馅200克，洋葱50克，胡萝卜40克，去皮马蹄30克，葱段适量，生粉适量，意大利面用番茄酱40克，橄榄油8毫升，盐5克，料酒8毫升，鸡粉3克，白胡椒粉5克。做法：空气炸锅200度，预热3分钟。洋葱、胡萝卜均切末，马蹄切末，将洋葱末、胡萝卜末、马蹄末放入碗中，加入葱段、肉馅，再放入盐、料酒、白胡椒粉，再加入鸡粉、橄榄油、生粉，搅拌均匀。制作指导：肉馅中可以加入一些鸡蛋清，这样肉丸不易松散。将拌好的肉馅制成数个肉丸，将肉丸放入炸锅中，时间设定为15分钟。将烤好的肉丸取出，放入盛有番茄酱的碗中，均匀地裹上番茄酱，装入碗中即可。